好，另外花莲市公所办理的原住民族办手礼在之前举行了结业仪式，市长魏家彦除了亲自出席动手 DIY， 并向老师同学们颁赠感谢状，期盼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学习，收获满满。为了培训花莲市原住民族人应用传统技艺并融入现代美学，发展出新式伴手礼商品，花莲市公所特别办理编织艺作及包装设计的课程，颇受族人好评。这次再度开办灯艺创作及包装设计课程，才一开放报名就被秒杀。木作、木工这个基础其实我们以前就有了，好，可能我们在雕木雕上，或者是细工，有些家庭家具细工上都有这样的呈现。那换到现代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有它的温度，但是不做复杂的东西，那我们就做我们日常所能用的东西，像电灯这东西。你虽然看它的结构是简单，可是其实还是有难度。结业式中，市长魏家彦除了亲自出席动手 DIY， 也向老师同学们颁证感谢状，期盼大家都有开心学习，收获满满。我想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一些手工艺我们会持续的延续下去，那在这边也希望这样的伴手礼能够成为花莲市的，不管是要送给我们的包括友好城市或是姐妹市或是任何一个外宾或是一个任何一个贵宾，我们都希望用原住民传统手工印的东西来送给我们所有的贵宾。那在此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报名的学员们，他们非常认真的一个上课。那未来我想在原住民的文化，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市长魏家彦希望透过相关课程办理，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未来更能当作国际伴手礼。这不仅能活络部落经济，也能宣扬原住民族文化，借此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